阿浪祖领先去到第四关啊！新抱同阿仔要踩天鹅船，去到湖中心抄写一句泰文，如果写错就要再上船踩多次噶。每关成功之后可以得到一块拼图，砌好拼图嗌出爱我吗？爱你吗？口号即可终结，第一名1万分，第二名1万分，第三名5000分。个节目名叫做爱我吗？爱你吗？已经抄完泰文了，但不要咁老定啊！我哋嘅泰国制片 Amy 会做评判，你抄错一个圈一个窿都唔会放过你啊！你抄得啱唔啱咧？啊？吓？一隻字100000蚊，嗰下系好惊。有唔啱喎？嗱，唔可以再落过去再抄过啦。慢慢睇清楚，点解会错啊？头先佢写错咗嘅，系啦，系个笔画，系个笔画，系啦，佢调转晒嗰啲窿窿啊，嗰啲啦，系啦，系啦。系我问题，对唔住。紧要，爱我妈，爱你妈，今晚10:30，Feel TV。